那我们今天呢，来谈一谈啊，禅宗、密教，还有净土，净土宗。那上回啊，我们提到这个禅啊，禅宗，我本人啊，对这个禅宗啊，非常的这个尊崇。因为这个禅宗啊，在我们中国啊，曾经啊这个发扬光大过，可以讲这个禅宗啊，就是中国啊本身独创的一个佛教，啊独自这个在中国这个弘扬啊这个啊发扬光大，非常光辉灿烂的一个佛教。那么禅啊，可以讲啊。是直接很直接的进入空性的，它最特别的就是很直接的。啊，曾经有人去问禅师啊，啊，什么是佛？那么禅师的回答就讲佛。那什么是法？他又问了什么是法？这个禅师也是回答法。这个人莫名其妙啊，他说我问你是佛，什么是佛？他是回答是佛。问法，他回答是法。那么问禅师，他说禅师啊，你是在说什么啊？禅师就回答什么。他是这样子的，他重复这一句啊，是完全就是一种直接直接的加强的。因为佛啊法多不是用言语啊可以帮你这样子讲的，不是用嘴巴讲的。这不明白的人啊走出去啊，啊要走的时候啊，他给他大喊一声啊，大德啊，大德两个字啊，他就停住脚步了。是谁叫我？一回头啊，他一想，他就直接这样子叫你开悟。所以这个禅本身来讲起来，它是非常直接的，直接切入那个空性里面的。就是禅。其实禅宗也不一定要叫你坐，叫你就每天在那边坐禅，不是的。啊，禅宗有时候并不是叫你直接坐在那边呢、啊我是在坐禅，天天在那边坐的，就是禅，不是的。而且直接切入悟境的，可以讲啊，就叫你能够超越的。就是一种禅了，也就是禅。所以有人主张啊，他只是坐着不能睡啊，那么有人就写一个记啊，生前啊坐不卧，死或卧不坐。你死的时候当然是卧着不能坐。假如这样子也是一种。法的话，这个法也是妄的啊，不是很真实的。可以讲这个禅啊，一句话直接切入见性成佛的，就是禅宗。但这个是很高根器的啊，我是很赞扬这个禅宗。那么我们再谈谈这个净土宗，净土宗当然很流行啊，大家集合起来啊，念四日佛、六日佛、阿弥陀佛、南无阿弥陀佛啊，六日佛都很好。净土宗是一个方便，这个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，讲了《阿弥陀经》，讲了三经一论。那
那么也有讲了，这个像《地藏经》里面也教你念佛，他主张的就是念佛，最主要就是要念佛。那么净土宗本身念佛啊，是可以讲是适应现代人的方便。净土宗强调的两个字就是方便啊，你在这个现代的社会里面呢、啊，叫你念佛，有的人就已经很困难了，所以呢，你能够念佛就已经非常有机缘的，就是已经非常有佛缘了。尤其这个佛陀当初在经典里面经常强调的，你只要念一经一句啊，一句一意，你只要懂得一句话，就能够很容易可以往生了。啊，佛陀的教导啊，它是啊钱跟实啊并用啊，权力这个钱呢、啊、跟实啊并用的，这个圣俗二谛兼有的，圣谛跟俗谛都有的。那么这样子的这个啊度众生的一个方法，以这个净土宗啊，可以讲是最方便的。你只要念佛，那么一直念到这个啊这个心里啊，能够佛跟你的心能够合一，能够一心不乱，那么往生。所以净土宗本身来讲起来啊，也是很好的，可以讲起来也是很好的啊。我们这个都对所有的这个宗派啊，都是同样的一个很尊崇，同样的一种尊敬。那么再谈谈密教，密教本身啊，最重实修的法，最重实修，也实际上的法让你来修行。那么我认为啊，这个密教本身来讲起来，它是属于渐进的，一样一样这样子渐渐把你引导啊，引导进入这个正悟的门，引导进入正悟门。其实正悟的时候啊，可以这样子讲，密教本身来讲起来啊，可以这样讲，它综合了所有很多这个显密的种种的这个修行的方法，那么有一个修行的仪轨，让你一步一步的踏入到证明最后的一个空性。所以我是认为这样子，密教本身来讲是比较实际，比较实修啊。重点呢，密教是一个实修的一个法。你假如啊能够进入密教的门，你就比较实际去拥有这个佛法的这个东西啊。净土宗念佛，那么禅宗直接切入空性啊，这当然都是很好。但是密教本身呢，你握住实际的佛法，你能够握住实际的佛法，你就会得到真实的感受、接受，比较有真实的接受。这是我对于这三个宗派啊本身的一个看法。啊，今天就谈到这里。Om Mani Padme Hum。